迎收听的，我们今天我们继续玩这款游戏呢，名字叫做《简装饰模拟器》啦。啊，还没看上一集的话，可以去先看看先哦。OK， 那么这款游戏呢，其实我还蛮喜欢玩的，就是呢，它就是很轻松啊，就是一支挥剑就可以变得更强啊，然后可以得到各种不一样的武器啦。啊，好了，现在我呢就得到了这个武器呢，叫做阿迪特啦，就是还蛮帅一下的，还蛮不错的。OK 吗？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就看一下可以得到什么美的武器呢，和可以破多少关吧。OK， 那么就废话不多说，我们游戏开始吧 ，Let's go。OK， 那么上一集呢，我已经完成了这个第一个地区啦。OK， 那么的话，就下一个地区呢，就是这个骷髅洞穴啊。OK， 那么的话，你看这里还有超多关卡的 ，Oh my god， 好像也蛮不错。到后面呢，应该就是有更多不一样的武器吧。OK， 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这个地方吧。OK， 那么现在我们到了这个骷髅洞穴，可是不像洞穴啊，这里根本就是个岛吧？反正乖乖的，不过没关系。那么的话，我们就来玩吧。OK， 哦。我知道了，对面那里有个洞，应该是吧 ？OK， 那么的话，这里可以抽宠物啊。我看一下宠物是要 3.7N 吗？哎，我有钱呢，现在，我要抽没有啊 ？OK， 我们就抽吧，我们抽吧。OK， 那么的话，我们起码可以抽到一个神话级的吧？来抽下去，可以抽到一个什么呢？抽一个猴子啊！哎，我们看一下猴子好不好用啊？等一下，猴子是啊，超普通的。哈哈哈。还有用心的就是呢，我还有一个得到一把，就是这把剑啊，就是故障的剑啊。然后这把剑呢加125力量哎，之前那个阿迪特呢就加50而已，就装这个故障的剑吧。哎，这个故障剑看一下就哇还蛮帅的哎，坏掉的剑也可以，哇这么好用吗 ？OK， 我们再抽宠物先吧。OK， 那么现在呢我就来接任务吧。OK， 接任务呢就打七个什么啊？这个是确认。七个骨头 ，OK， 那么的话，现在我们就来开始玩吧。打这些怪呢，就会掉一些那些武器吧。然后这些骨头哇，好硬哎，超硬的，我还以为可以一击必杀哎，结果没有啊，有点小可惜。我得到这个什么剑啊？这是这个坏掉的剑是加50力量哎，看起来第二个岛呢的实力变蛮多的，变蛮强哦。OK， 那么啊，就继续来打，来升等。得到一个新的锤子吗？看一下。OK， 这锤子好普通嘞，普通加150等，哇，那么强的吗？我装一个是普通等级的，哈，装上去吧。Oh my god， 锤子伤害更高OK， 就装这来打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OK， 又得到新的武器了啊 ！OK， 看一下，诶，什么武器啊？这是哦，黄金碎片，黄金做的武器吗？装上去加300力量哇，加超多了，超过一半的这个伤害我变得超高了，现在哦，我伤害现在是2.5了，2.5M 了 ，OK。强很多，你现在看打几只就死了怪 ，OK， 下一个任务呢就是要打这个海盗小偷啦，我们就打他，然后他的血量就等一下，哇超硬哦，这个到底多少啊？ 198M 啊 ，OK， 超硬，哇打蛮久一下的现在，哇开始有一点困难咯 ，OK， 哦等一下，我发现东西了，就是。我这里准备好了，我可以升级了。OK， 现在从新手应该升级到这个是外形吗？升级下去，哇 ！OK， 现在我全部东西变零了，伤害变零了，哈哈。先挥刀，等一下，是真的吗？我变成了，等一下啊，我现在是日本人，哈哈。等一下，这是什么翻译？哈，我变成日本人了。好，关你鸡娃，等一下，关你屁呀、啊，关，哈哈。那么现在又有新的任务呢，就是打赢这个海盗队长啊船长不是队长啊，然后哇血量真变越高现在到 B 了 4.7B 啊，哇越来越难了，哈哈，我的武器还没有得到新武器啊，来给我一把超美的武器，伤害不高嘞，我现在蛮低了我。OK 啊，这里呢其实还有一个任务啊，就是这个叫 Soul Master 啊，然后你接下任务之后他就叫你挥刀挥500次啊，一开始的时候叫你挥50次而已啊，然后你就会得到一个永久性的加成啊，加你的伤害那些啊就其实也不错的，就记得要做啊，如果你们有遇到的话OK， 那么的话就继续打这个船长先吧。OK， 我得到新武器了，哈哈哈，终于得到了，嘿嘿嘿，等一下这教堂要做任务，我看一下先啊，先做任务先。
OK， 这个任务呢就是要把这个斧头交给他啊！哈哈哈！哎，先交给他先吧。算了算了，有机会再拿到了，等下我再看过吧。OK， 那么现在他要我们去打个更强的那个海盗吗？哦，是对面那个红色的，可是他血量超高的嘞，我可以去帮手打吗？帮忙打，帮忙打，来，我帮你打。虽然我是没有作用的，哈哈哈哈，哎，也是没有帮忙到啊，哈哈哈。OK， 我们还是打小怪先吧。等下才伤害高的时候才要打那个那个大 boss 吧。OK， 现在伤害没有吧，超低的。One hour later。哦 ，OK， 现在先准备好了，我可以去上升了，就是升级的话，现在要升级就是他忘记，刚刚我好像是忘记说了，你升级之后呢，你的那个速度呢就会乘啊，乘一个7，下一个呢就乘18啊。我们现在可以升级了，我们应该可以升了吧？啊，现在速度越来越快了，就是我的那个会到那个加成啊，加那个伤害啊就越来越高了，越来越快了。现在呢我是乘18，下一个呢就乘50嘞。OK， 这蛮不错的。然后现在我的这个叫做强大，现在我变得很强大了。虽然看起来也是没有什么强大啦。OK， 现在呢我们挥刀应该挥了500次了吧。OK， 完成任务了，那么的话就确认就加5%的那个挥刀的那个速度啦，啊，永久性的加5%。OK， 那么的话下一个要挥5000次耶。Oh my god， 挥好多次。OK， 我就慢慢来吧，我们耐心点啊，蛮好玩的。OK， 现在呢我已经得到了这个海盗斧头了，然后这个海盗斧头呢就加530那个力量啊，然后呢之前那个黄金呢就加300而已啊，我就装上去吧，看一下啊伤害高不高吧。OK， 来看一下 OK， 它伤害呢就其实也不是很高啦，因为可能现在我的伤害我的力量呢还不够高。 OK， 我还是继续的加油吧。OK， 那么现在呢我来试一下吧，看一下可以不可以打赢这个将军吧。 OK， 就是魔王啊，哈哈，就是 boss 啊，然后就血量扣到超少的，虽然一开始呢有人打过了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们就来慢慢的打吧，应该打得过吧。要花一点时间啦，希望他可以直接丢一个很美的武器出来啦。 OK， 我们自己就来加油一下。OK， 打赢了啊！结果给我得到这把普通的武器而已啊，哈哈哈！哇，手好酸哦，真是好累，哈哈哈。OK， 完成最后一个任务了吧，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个永久性加蛇的力量啊，哈哈！记得哦，每个任务都要完成哦，才能得到吧。OK， 那么完成任务的，那么呢我要去下一个岛了，不过呢就。他好像是要花3B 咧，我们去过去看一下先啊。OK， 他真的是要花3B 咧。OK， 他叫做恶魔山。OK， 那么听起来好像，好像蛮不错的哦。恶魔啊。OK， 那么的话，我们去自己存一个3B 先吧。OK， 来。OK， 终于存了3B 了。OK， 我们可以去另一个岛了，嘿嘿，来吧，哇，买下去，我们去这个恶魔山，来。然后这就是所谓的恶魔山，等一下，哎，这感觉像是日本的那个岛吧？什么恶魔山？哎，不要骗我啊，这款游戏。OK， 那么这里呢，其实有些东西可以玩诶，就是这个圣诞节活动啊。然后这是什么东西啊？魔法？哎，这是应该是，看一下啊，这是放一个斧头吗？放一个斧头下去就。应该是可以加成你的东西吧。我先不加啦，就放这先吧。先看下来什么东西玩吧。这个任务呢，你看那样子是不是很像那个七龙珠那个龟仙人啊？哈哈哈，有点像嘞。我们就来接下任务吧，就是打赢了忍者啊，在日本区就要打忍者啊。等一下，这有一个礼物箱嘞，可以打吗？这个哇，好长啊，血量好长。算了吧。哈哈。我们就来打忍者先吧，忍者应该，哇，这忍者超硬的 ，Oh my god， 我现在打得过吗？嘿嘿，感觉上花蛮长时间的要，OK， 打赢了，哇，好难打哦，哇，得到一把新武器了啊，终于有新武器了，就是这个葡萄弯刀吗？哇，等一下，它力量直接加到，之前加500，这个应该是4000吧，4000多，4000。4200多啊，哇，直接提升了超多嘞。打下去，伤害感觉上好一点点啦，就好，感觉上好一点点而已啦。OK， 哈哈哈哈 OK， 我又得到一个新武器，
OK OK， 来看一下看一下，就是个不过个萨姆莱的刀啦，加8000多啦，啊加更多了现在。OK， 就来看一下，就是这个变成那个萨姆莱的坦塔纳啦，啊哈，哎这个漂亮很多嘞，可是就是没有什么一些 effect 啦，就 OK 普通的一把刀哦。OK， 那么现在呢其实是隔一天了啊，因为昨天呢有点事情做，所以现在呢就继续玩了，然后呢我就得到了这把刀啊，你看哇是不是漂亮很多呢，这把刀哇，哈哈，感觉上有一点像动漫那种刀啦啊，然后它这把刀呢看它伤害25000耶，之前那把呢才8500，哇越加越多咯，然后呢我有私底下去抽那个宠物啦，就是我抽到的就是这个成器神力，我这个狐狸啊，哇是不是哇越来越好像越来越快哦啊节奏。OK， 那么的话我这里呢还可以进化了啊，那么的话我们进化到下一个精英吧。OK， 那么就直接升级。OK， 那么现在变成了精英啊啊，看起来有点不错的感觉咯。OK， 那么的话现在呢我们就来继续的挥刀线吧，我伤害又变成零了。哈哈哈，刚刚呢我忘记说了，我这把刀的名字呢叫做恶魔杀手啦啊，听起来是不是很酷呢啊，虽然是有点中二的感觉啊，不过没关系啊，也是蛮不错的。然后你看我伤害现在哇超级高，秒杀啊，你看秒杀哇，简单轻轻松松啊，哈哈，越来越强了哦，过爽爽爽爽爽。OK， 那么首先的任务呢叫我们去打一个可怕的武士啊啊，就是这些啦。OK， 我就打他的伤害就还行，我觉得我还可以打得过。OK， 我打了几下就要升等了。OK， 我就直接跳过吧。OK， 可以升等了，好快哦，才那一下子而已。OK， 那么的话现在有点钱。那钱会消失嘞，我们先来抽完这些宠物先吧，抽完这些宠物呢才来进化吧。OK， 看起来没有抽到好多东西，那么的话我们就来直接就着上升吧，来进化，下一个就是传奇了。哇，各位观众，我变成传奇了，可是他传奇的话，他身上应该要加一点那些效果还好，才比较漂亮吧。可是看起来蛮普通的嘞，就是名字而已啦。就OK， 我们就继续打吧。哦，又得到星了。永恒短刀吗？来看一下，哦，永恒短剑，这个就加40000呢，直接装下去啦。这个永恒短剑，来看一下，永恒短剑就越来越帅嘞，感觉上好像是骨掉个恐龙的骨头和加个剑的那种感觉啦。哦，不错，帅很多，越哇，希望我可以抽到一个传奇的一把剑吧。OK， 现在呢又来打新的第一轮，叫做这个武士大师吗 ？OK， 就是比较大致的这个蓝色的怪啦。就哦，他血量好像很高，可是呢，对我来说现在应该不会难吧，还可以接受。打多了就蛮简单的变招。现在我的伤害你看有 1.9 了，哇， 1.9T 耶， 2.0T 了现在，你看哇，哎，简单啊。OK， 哪有新拿武器了？新武器了，叫天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天堂哦，紫色的这个加76000啊 ！OK， 我们就装下去吧。哇，之前加了一半，差不多一半了。哇，这把刀就看起来哎。欸，这个我觉得还行哎，我觉得之前那个恶魔，这个恶魔杀手呢比较帅啦，这个就天堂呢就还行，比较斯文一点的感觉上，嚯。OK， 那么现在呢又可以进化啦啊，我们又来进化，下一个呢就是叫做选择啊，乖乖的翻译啊，不过没关系，直接进化吧，哎，进化下去，嘿嘿。那么现在呢这个加成呢就是加一个乘275啦。 OK， 那么下一个哇叫杀手，下一个听起来好像不错啊，蛮不错。 OK， 那么现在呢我有新的任务呢，就是叫我们打这个古代野兽啊，阿尼啊，可是我找不到在哪里耶，我猜他应该是在这个洞里面吧，可是这洞里面我要怎样进入呢，我真的不知道耶。哎，我有上网查一查啦，就是不是很清楚啊，查不出来啊。 OK， 那么的话我们就算了，先不要打他先。然后呢这里有一个任务啊，就是呢好像是要交换那个你的那个力量啊，然后呢你就可以得到那个自动的那个挥刀啊，好像是这样子啊，可是我不想用先呢，因为呢我现在要去打这个 boss 啦啊，这个 boss 的名字叫做菜鸟，哈哈哈。喂，你不是你真的在恶搞我吗啊，你是菜鸟吗，你根本不像菜鸟吧，是魔王吧，哈哈。 OK， 应该是魔王，我就打他。 OK， 这个伤害呢
还行啦，因为我现在伤害蛮高一下的，所以就觉得不会太难，就来直接打下去。他的血量，哇 ，QA 了，哇，超高的血量，超级高的。OK， 我们就打下去啊，就简单啦，就不会难啦，就，我还是想打个阿尼耶。等一下，完成任务了，啊？等一下，你这什么翻译啊 ？Oh my god！ 刚刚我有用英文去翻译，他也是说这个 boss 呢是叫做鬼啊 ，Oni 啊，然后就他翻译有问题啦，哎呦，白痴哦，这款游戏，哈哈哈。OK， 那么完成任务之后呢，我现在呢发现到哦，这里可以看那个还有武器嘞，打什么怪呢就可以得到什么武器耶，看起来上次呢还有很多一些神秘的，你看。的武器没有拿到哦，尤其是这个海盗啊，你看超多武器还没有拿到的。然后现在呢，我这个呢，这个忍者这里呢，这个日本的那个岛呢，它还有哇，还有很多哇，很不错的东西哦。OK， 可是它的几率又不知道9%呢。我们就看一下可以不可以打得出来呀、啊，我们就来试一下吧。OK， 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就来花这个东西吧，买这个东西吧，就是要花掉你的25T 的那个力量啊。OK， 买下去。OK， 它有自动打了没有啊？没有吗？诶，刚刚我加的是什么东西啊？我这是要接他任务先才有。哎呀，我误会了，我以为是要花那个25T 啊。哎呦，哈哈哈哈，我误会了，是要接任务先才来打。哎呀，可以，来，我们就在这里就顺便打出一些稀有的道具吧，看现在可以不可以啊？OK， 那么现在呢，我又得到新武器了啊，就是这个锤子啊，看到没有？这个锤子也是蛮不错看的，蛮不错的。不过呢，它不是传奇的，它就是一个 2.4% 才能得到一个锤子了啊，就是在一个 Epic 的等级而已啦。就我看这些后面这些呢，哇，超难拿的嘞，我已经玩了很久一下，就是拿不到啊。看来啊，就真的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得到一些很漂亮的武器啊。OK， 那么的话我就这个下一集呢，我就来玩这个吧。这个应该是冰岛吧，这个要花180T， 先买下去先吧。我们来进去看一下啊。OK 啊，果然是算是冰岛之类的吧，就是下雪的地方啦。啊，看起来也蛮漂亮的。OK 吧，那么我私底下呢就会去打一些啊，在海盗的地方看一下可以打不打到那些传奇的一些武器，还有在这个武士这里啦。OK， 那么的话我们就影片到这里结束吧。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记得点个 like 点个频道哦。那么我们下个影片见，拜拜。哎呀呀